第五课，是酸的还是甜的？生词，葡萄，葡萄。价，价。熟，熟。剔透，剔透。诱人，诱人。纸，纸。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。连忙，连忙。长，长。相信，相信。这么，这么。葡萄，价。熟，剔透。诱人。纸，迫不及待。连忙，长。相信，这么。是酸的还是甜的？葡萄架上的葡萄熟了，一串串，一颗颗，紫的，红的，晶莹剔透，非常诱人。一只狐狸走过来，它很想吃架上的葡萄，可是葡萄架太高了，狐狸吃不到葡萄，只能在下面转来转去。最后，它指着架上的葡萄，生气地说：这葡萄是酸的，不能吃。旁边的小兔子听到了，心里想：狐狸很聪明，他说葡萄是酸的，那一定是酸的，不能吃。这时来了一只小猴子，他望了望架上那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，迫不及待地爬上葡萄架，摘下一串就要吃。小兔子连忙说：不能吃，不能吃，这葡萄是酸的。小猴子笑着问：你尝过吗？小兔子摇摇头说：我没敢尝。狐狸说：葡萄很酸。小猴子不相信，大口大口地吃起葡萄来。小兔子见它吃得这么开心，也尝了一颗，啊，真甜。小兔子很疑惑，它想：这些葡萄这么甜，狐狸为什么要说成是酸的呢？三人成虎。古时候，有一个叫庞公的人，国王派他去执行任务。临走的时候，庞公对国王说：大王，如果有人说现在市场上有一只老虎，您会相信吗？国王笑着说：市场上怎么会有老虎呢？他一定是在说谎，我不会相信的。庞公说：如果又有两个人先后来对您说市场上有老虎，您会不会相信呢？国王想了想说：如果有那么多人说这件事，这件事就可能是真的，我可能就会相信了。庞公说：一件本来没有的事，但是说的人多了，就会让人相信。我走后，可能会有一些人说我的坏话，请您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讲的故事，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话啊。国王答应了他。
唐公走后，那些跟他有仇的人不断地向国王说庞公的坏话，开始国王不相信，可是时间长了，说庞公坏话的人多了，国王就渐渐相信了。等到庞公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，国王对他就不太信任了。同学们，这就是成语三人成虎的来历。听了这个故事，你受到什么启发呢？他不会撒谎的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小强在老师的办公室门口转来转去，不敢进去。明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们好好庆祝庆祝吧。妈妈常常喝蜂蜜，在学校我们学到了丰富的知识。尝试，礼堂，熟悉，热爱，透明，嗅到，疑惑，感谢，秘密，蜜蜂。你一定能得冠军。今天可能会下雨，别把鸟写成乌。你要吃饭还是面？因为生病，所以我没来上课。看见公共汽车开过来了，他连忙跑了过去。刚才向你招手的人是谁？弟弟现在一分钟能写十多个汉字了。夏天不可能下雪，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。我觉得那条项链很漂亮。你喜欢打羽毛球还是打乒乓球？因为他把书弄丢了，所以老师批评了他。小猴子吃了一颗葡萄，说真甜。听说小华在演讲比赛中得了冠军，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。我非常爱吃妈妈做的菜，这是叔叔带回来的法国香水，你应该好好准备准备。他一定能得冠军。我可能把那罐蜂蜜放在厨房了。有许多小朋友不爱吃早饭，这样可不好。为什么呢？研究发现，那些吃早饭的孩子能很快地学会新知识，可那些没吃饭的孩子就学得很慢。对刚刚学过的知识，没吃早饭的孩子比吃早饭的孩子忘得快。还有经常不吃早饭，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胖孩子，因为不吃早饭时对身体健康和学习都不好，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吃早饭。学习新知识的时候，哪些孩子快？吃早饭的。哪些孩子可能会变胖？不吃早饭的。再见。